Hello， 我是白龙雪。白龙雪来开箱这个小北百货买的哦，这个小型工具，这支我囡仔买399块，你当初在遐扣有足久的。啊，看它的哦配备哦，就是在这边，内底阁有手电筒，就是感觉非常之奇怪哦。好，直接开箱啦。啊，这工具同款啦，就是买来的时阵无备而不用，安尼。啊，这卖工具都做得非常像精品。非常之赞，然后这里有一个这个，哦，哦，足水呢！我看这阿苏比有大无？你这阵嘛，迄鞋口的这种扳手，拢无啥用，啥这阿苏比感觉小块大哦。啊，但是我是感觉，那出去外口出外人咧，只要咧用还不错哦。目前是安尼，啊，啥物材质我唔知哦，都开一下400-500块来买这组分享。然后它这个，哦，这个那类似抑制器啊，而且嘛，这唔知当写啥物，这会使哦，会当写，而且敢那有会当安尼落去转，哦，做螺丝啊，这对，这当迄落螺丝大小，它可以这样转，哦，目前看是这样，啊，这嘛这应该是得啊。哦，白龙雪在拍影片的部分手要注意，这支的材质我敢那敢给它赞。我应该拿一些物件来稍微切一下。哦，来，未歹。哎呦，这来啊，手啊注意，无当抓手叫开箱，全落红。我怎么较好奇的是讲，伊这个所在哦，伊这敢那当变出来啊？这不知道到底变哪变？伊的手电筒是对。然后这个两个，我们再把它锁起来。之后，啊，这个要怎么拿出来呢？就这电源吗？哎，叫 LED 来，啊，这边啊电，无电，哇，无电来，伊这可能伤久耶，把灯关掉，真系失败，这唔知藏民国几年啊？哟，唔是哦，我甲你讲。它有一个这个要抽掉，这个抽掉哦，抽掉这应该是电池，以我的感觉是安尼。来，这个把它抽起来，对，绝对会光的，哦，未歹，我这做真正赞呢，啊，这电池唔知要怎换嘛，唔知影，好，所以这啊，我知电池买当对只换。好啊，今嘛，我看要安怎开，这个所在是对安尼掀起来，所以这个部分，哦，一点这毛这，这做落讲，敢若真正不哩啊拉手哦，啊，这纱材要倒对，我看者，这我都唔知到底要倒对呢，哦，伊功能是安尼嘛。刀片伫遮，我想者，啊这，哎呦，这电落，这感觉哪会当怎安尼？哦，电池，哦水，那我们看一下电，哦，这设计真好赞，两粒这，我看这几号的，偌济 ，CR1616。是啊，1616好，搁啊藏咧，靠巧耶！所以这白龙雪直觉性开箱，刚刚是这样嘛？好，啊，但是这啊，到底遮，这真正有够巧，啊，这个怎么取出来咧？从后面吗？它是这样拿出来才对，啊，这么杀出来了，伊这应该是直觉性整理遮啦。我爱这个吸的，对，怎吸掉的？有一个吸体，哦，有够聪明的啦！我感觉这支真正袂歹。我这个再装进去，它是有点紧的，所以这嘛做一个吸体咧吸，我只讲头前咧杀的时阵较迄条咧，较歹杀咧。刚开始再拿的时候会非常紧的，对了。哦，喂，那个怎么个变做杀，做我做歹杀呢？奇怪。
好，无要紧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好、哦、分享给大家。哦，这支我感觉真正袂歹，感觉非常之水。这现在工具就做得非常漂亮，哦，漂亮到让你爱不释手。谢谢收看。家庭必备的小工具，可以看一下，是套筒不要叫哦，啊，然后它里面有这个延长杆的，你就可以这样延长，然后就吊起我手机的荧幕那些爬子，就可以把它锁。啊，这个也是，应该是插手机的信卡。哦，里面的话，哦，琳琅满目，非常多种啊，它这边都有写哦，花个十几块钱，你赶紧去看，非常的便宜哦。好用工具要到哪里买？影片下方点进去，华联雪山新生活馆，东西非常多，这里加入购物车，下单为止，华联雪。